巴黎铁塔周遭种了不少樱树，殷红将阳刚的铁塔衬托出一丝轻柔。记者张景红摄影分享。四月初是赏樱热季，尤其日本京都、清水寺、哲学之道等赏樱景点，此时正人山人海，旅馆一房难求，且房价可能飙三四倍还抢不到。不过很多台湾民众不晓得，赏樱除了到日韩，也可到欧洲，像德国的波昂就有一条很出名的樱花大道，巴黎花都之名也不是含假的。若这时你造访巴黎，会格外惊喜，更迷恋巴黎，因为从巴黎铁塔、圣母院到圣心堂等知名景点，甚至是巴黎近郊的购物村，举目望去都是樱花盛开，美不胜收，照片怎么拍怎么美。巴黎的樱花以八重樱居多，花色粉艳，花瓣也比较大，圣母院旁边就种了一大排，由下往上拍樱红在圣母院玫瑰窗前摇曳身姿，是绝不能错过的画面。巴黎铁塔周遭也种了不少樱树，红白两色樱花将阳刚的铁塔衬托出一丝轻柔。至于位在左岸的莎士比亚书店，大名鼎鼎，20世纪初期小说家海明威、费兹杰罗、乔伊斯等英美大文豪常在此出没，包括《爱在巴黎日落时》等知名电影也曾在此取景。台湾人则因金城武为长荣航空拍的广告 ICU 有一幕，他坐在书店前看书喝咖啡，让国人结识了莎士比亚书店，成为旅行团必到热点。书店前面也种了几棵八重樱，春天花下造访更有 feel。巴黎和京都一样，四季各有风情，但若你不曾在春天到巴黎赏樱，别说你去过花都。樱花摇曳的圣母院拍起来更漂亮，记者张景红摄影分享。金城武为长荣航空拍的广告曾在莎士比亚书店前面取景，若是春天来拍，樱花盛开会更美，记者张景红摄影分享。临近巴黎的小镇杜尔，路边樱红也是美到不行，记者张景红摄影分享。山坡下的旋转木马旁，樱红对称不远处白色的圣心堂，实在美呆了，记者张景红摄影分享。春天樱花下，在莎士比亚书店露天坐喝咖啡，是旅人一大享受，记者张景红摄影分享。圣母院旁边就种了一大排八重樱，是春天造访必拍画面，记者张景红摄影分享。巴黎的樱花之美不比京都逊色，记者张景红摄影分享。由下往上拍樱红在圣母院玫瑰窗前摇曳身姿，是绝不能错过的画面，记者张景红摄影分享。巴黎郊区旅行团必到的购物村旁边的住宅区种满樱花，一只猫在花下沉思，记者张景红摄影分享。桥上的街头艺人正清唱着巴沙诺瓦的情歌，背景是樱红点缀的圣母院，记者张景红摄影分享。